本人喝的饮料吗？嘿嘿，更老气更老气哟，更老气哟，刷起来刷起来！阿虎跟阿乐选一个。阿虎吧，阿虎加油！小孩子才选择、啊。伍迪跟阿乐选一个。对了，说乐色带的就是伍迪。说阿乐穿乐色带的是伍迪哦，是伍迪吗？但伍迪怎么那么凶啊？不是伍迪吧？是他吗？还真的是我，那个黑色乐色带，他妈的是人都看不下去好吗？牛肉炒饭可不可以不要再弄到比三分熟牛小排还难咬？下雨都要绑垃圾袋。谁说你下雨都要绑垃圾袋？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谁先开头的。只有我觉得阿乐长得像十年前的蝴蝶姐姐吗？十年前的蝴蝶姐姐，笑起来的时候很像。我觉得笑起来的时候很像。但蝴蝶姐姐现在已经长得不像蝴蝶姐姐。蝴蝶姐姐现在。胆瓜招精，对，蝴蝶姐姐现在已经变成中国网红脸了，哇，已经快要变成标本姐姐了。蝴蝶姐姐，我操，那个。只有我觉得阿乐离开 M1 之后就疯狂入奶，然后把自己修图修成蛇精吗？只有你不觉得阿乐长得很像我女友吗？就是你这个之前白噪音梗的时候用过、啊、你那个是白鹿肉、啊、白噪音梗。请多给我们阿乐多一点时间，很快阿乐就跟蝴蝶姐姐一样了。啊，救文姐借 TAP 吸送啊，不会啊。请问阿乐是肌肉酸痛在喷的那个吗？那个是肌肉。666，不愧是电狼娱乐乱源制造机，谢谢超负荷，让我们知道蝴蝶姐姐等于塑胶姐姐，聊天似的兽人们是该奋起了。请问阿乐是星巴克常常买一送一的那个吗？请问阿乐是小云最好的朋友，有说过爱老虎油的那个吗？阿乐是麦当劳卖的那个一杯杯的冰淇淋吗？那个是冰旋风吧。请问阿乐是那个爱可不可以吗？那个是可不可以买你的不快乐。请问阿乐是垃圾中资战队 MAD 的老板吗？那个是没有这个战队。没有垃圾战队，这帮戏有老人特有的草。请问阿乐是你之前被庆中拿皮带做的事情吗？那个是勒脖子，那个是勒脖子。特级魔。请问阿乐是十年前很红的连锁饮料店，现在全部都快倒光的那一间吗？阿乐是我在求学时间被同学要求在下课买饮料的行为吗？同学下课时间被要求买饮料的行为，这是好久吗？鲁迪试着展露他的男子气概，但说着说着，身体却跟射护线一样逐渐无力，然后鸣人就这样吻上了鲁迪。请问阿乐是那个穿紧身衣逛动物园的实况主吗？对，就是那个，赞哦。阿乐是 KYO 的颜色吗？那个是。
请问阿乐是那个拍厉害 A 片的吗？拍厉害 A 片的是什么东西啊？我记得你有个男主角。请问阿乐是那个操你妈不要再排工作给我那个吗？你要再排工作给我，那个是狼谷娱乐，不好意思。请问阿乐是那个有淫荡身体的实况主吗？那个是，天哪、啊，忍住了，忍住了，还好忍住了。请问阿乐是那个你叫他打给你的赖琴丹妈吗？那个是乐乐乐乐。请问阿乐是那个妮妮除了一个钟头以外想买的东西吗？那个是你的不快乐。请问阿乐是那个通马桶用的吗？那个是通的。天哪！阿乐知道你喜欢他吗？他不知道，因为我不喜欢他。哎，我喜欢的另有其人。还好我硬。请问阿乐是那个考国考开实况最后没考上入棺材的人吗？那是白子。请问阿乐是那个假冒瞎爱橘子加入电脑拿烟烫小孩的那个的妈吗？妈的，还敢装阿苏志祥？苏志祥到底他妈的哪里得罪你们了？干，好强哦！林于真，阿乐已退出。我静音了吗？阿乐已退出群组，真的假的？哎，不是我大事吗？我大事吗？我大事吗？请问阿乐是那个与观察者有相对效应，声音会因为距离而不同的观察结果的那个吗？会因为观察者跟声音有不同距离而有。那个是什么啊？请问阿乐是我常对我的兄弟侯友宜说的话吗？那个是我好乐。请问阿乐是偷米的女朋友那个吗？偷米的女朋友，这我不知道。哎、欸，天哪，我乱讲话，完蛋了，我伯恩了，完蛋了，乱讲话，不能乱讲话，不能乱讲话。请问阿乐是那个统促党主席卖国求荣利用黑道造成社会动荡的畜生吗？请问阿乐是那个不要脸的穿黑色垃圾袋的实况主吗？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请问阿乐是那个只会玩雷兹的实况主吗？那个是超负荷，那是垃圾。哪有啊，抢得跟鬼一样好不好？2:55耶，休息。请问阿乐是那个每次下雨都会呛到必须绑垃圾袋出门逛超商被当成抢匪的女实况主吗？那个是漏影，那个是漏影。干，好累哦。请问阿乐是你缺少的那个吗？那个是快乐心。快乐那个快乐心是医生所看过最干瘪的。请问阿乐是那个只会卖奶卖点就是奶，还跟妮妮是好朋友，曾经是 NL 前女友的那个吗？不要乱讲话好不好？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天哪，别乱讲话。请问阿乐是那个不跟你拜码头，很自以为是的电狼七人吗？那个是苏志祥，还想装啊，苏志祥。真的、啊，妈的，还敢打扮成，哎，真的是太夸张了、啊嗯，完蛋了，我真的是，哎，真的没救，这真的没救了，哎，放，我真的放弃了。自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一直这样子的？哦，应该是阿翔事件，什么那个时候就来这边骂说什么苏志祥，你这个王八蛋，我想说干，到底干他屁事？应该是从阿翔事件开始啊，
什么阿翔还敢给我装啊？请问阿乐是那个喝的饮料吗？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翔哥，真的很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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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翔哥，真的很抱歉，我个人在这边对你敬上十万分的歉意，我给你跪，真的很抱歉，翔哥，真的翔哥，真的很抱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翔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个伊那郎五七波吹，我为我跟那些抖内的观众。都很抱歉，不好意思，翔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谢谢，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掌嘴，不好意思，抱歉，抱歉，我不知道你有在看，翔哥，谢谢。为什么，翔哥你怎么，翔哥你怎么刚好在，翔哥，翔哥我心脏不好，不好意思，翔哥，真的很不好意思，真的真的。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真的很抱歉。还敢出来啊，苏志祥！你这拿烟烫小熊的混蛋，料烫也是我烫。我替他们道歉，我替他们道歉，真的，我真的很抱歉，真的很不好意思，真的，真的，真的。下次不要这样，好，没问题，没问题，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谢谢翔哥包容，谢谢翔哥包容。谢谢，鸟屎第一个月，谢谢谢谢。怎么会这样？我的天哪、啊，我的天哪、啊，怎么会这样？瞎爱橘子还敢换账号？第一次被送订阅，翔哥，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跟塔尼用自杀来情绪勒索逼不分手，多次外遇是真的吗？我就问这个就好。你刚刚说翔哥什么都不会，只会吃翔，怎现在差这么多？翔哥，我觉得。翔哥，我觉得你不要在那边待太久，可能会影响到你的心情。很便宜的免税烟，不好意思，这中线。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平常我们那个私底下就好了，人家我们不要人家来了，我们还这样子好不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真的很抱歉。我这样很难做人，我这样很难做人。请问丁克跟鸟屎打谁会赢？打丁克，因为丁克的小孩鸟屎烫不到。翔哥，翔哥，那个祝你身体健康，万事如意，然后年年有今朝，岁岁都可以过得平平安安的，顺顺利利。祝你爱的人跟爱你的人都可以健健康康的，好不好，翔哥？我们翔哥怎么谢谢你，谢谢你，谢谢。还要你叫啊？下一橘子，你这拿烟烫小孩还乱亲谢亲的混蛋，还敢诬赖翔哥、啊？翔哥，翔哥，慢走，翔哥，你那个快，还敢出来啊？你以为假装下一橘子，我就认不出你来吗？你这个拿烟烫小孩引起泥泥之乱的混蛋苏志祥。慢走，我会订阅回去，不好意思，真的很抱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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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哪，我的天哪，他怎么会在这里？天哪！所以小圣之前说鸟屎很讨厌小圣是真的吗？没有啦，因为一直被骂说他如果真的不喜欢我，就不会来讲话的。好好处理好那条线。阿翔，你为什么？他不是他。这个阿翔跟那个阿翔不一样。请问阿乐是那个威力人豪带头耍老不做事，所有芯片都是新请的工读生完成的那家公司吗？那个是蹦蛙娱乐，走了是不是？走了。看我腰刚。请问翔哥是那个？刚在鞠躬的时候有点闪到。三跟好朋友在车上接吻，然后被封杀的那个艺人吗？那个是阿翔。
行走。操你妈的苏志祥，你给我记住，让我在我的观众面前没面子，你给我等着，我有天一定让你跟小熊一样变台湾云豹。请问阿乐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那个吗？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曹操基乐。请问翔哥是那个会空战跳金武门的那个人吗？那个是罗志祥。三等可以加入超人吗？我是阿乐哦，但很久没开台，谢谢阿乐，压力那么大了。请问苏志祥是那个在台上空干三十秒的那个艺人吗？我就知道是你瞎爱橘子，还敢假扮罗志祥啊，苏志祥！可不可以不要你们车门的时候这些人都在？可不可以你们不要这个样子？哥，我要看租借女友了，该注意什么？注意，不要看到发病啊，真的会发病啊！你们不要这样子好不好？你们能不能不要这样子？你们能不能不要都这么刚好有跟到实况？不好意思，能不能不要都刚好这么有空？乱套阿翔，你等着！乱套阿翔，你这才从乱谈阿翔到乱亲阿翔到乱躺阿翔，从林志祥、罗志祥到苏志祥，你下一个要弄哪个翔？林志祥是谁？我真的很抱歉，我真的很抱歉，好吧，我对我那个我为我的那个感到动乱跟困扰的人。请问阿乐是那个唱歌很难听，烧起来有塑胶味的那个吗？没有这个人，没有这个人，干我要怎么掉地上？现在就差一个暴姐就到齐了，让我们召唤暴姐，谢谢超负荷，让我知道小熊被鸟屎烫成美。暴姐在六都之前已经来过了，暴姐在六都之前已经来过了。我还在很远的地方说我要不要买一包烟上去，还被他听到。阿乐，我爱你，请你跟我交往，以结婚为前提。不要想这么多啊。我靠你！阿乐在动物园捡垃圾时，看到你还好地上好多烟蒂，他疑惑抬头，看到鸟屎正大笑着拿着烟在热带雨林粗犷的小熊。小熊，肾你好吗？阿乐是那个嘴唇像 CYO 的人吗？骗我、啊！阿乐是那个嘴唇像 CYO 的人吗？谁呀、啊？翔是那个把你台 BAN 掉的垃圾反手吗？马的阿乐以为我们会在你背后说垃圾袋，然后他来了就刷爱心的吗？以为我们是这么双面的人吗？还真 是，还真的是。我就问你，明天拜拜或是跟阿乐喝酒，你选一个。拜拜。慎清一个，哦，真的假的？天哪！阿乐，你这样子有一点放荡，这样子我会觉得有点刺激。请问阿乐是不是身上穿超商卖四块的那个德人？超商卖四块的人，那个是垃圾袋。请问小熊是那一个名声很不好、风之谷名声被按到负200的人吗？那个是熊文安。请问阿乐能跟翁子平一起组成塑胶战队吗？没有办法，因为两个都是很漂亮的女生。谢谢超负荷，让我知道阿乐是个很放荡的女实况主。没有，好不好？请问阿乐是那个今天家暴抠抠抓他头去撞电脑桌的那个巴德恐怖情人吗？没有人拿他的头去撞电脑桌，好不好？没有这种事情，好不好？ get 到那个阿乐，那个关键字。你可以走开吗？你一来小胜就没办法玩好了，都是你害的。是他害的吗？我还以为是，又是你啊！那个他走了吧？我看一下。还是不要再乱讲话。请问阿乐是那个老了脸就变形的女艺人吗？哦，抱歉，搞错，塑胶不会坏。那个是凯乐。
乐，你不要以为你有个恐惧党在后面撑腰就可以在这边嚣张卖牌，还敢在这大声乖乖去舔吸金瓶老二吧？张安乐。请问阿乐是那个特哥不想拥有的那个吗？那个是天伦之乐。请问下一题字是那个烫了小熊怕被熊粉击杀改名开台的人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人烫过小熊。这个世界上还没人烫过小熊，但想烫他的人一大堆。别跟我说你不想烫，是男人都会想烫他。我不会，我不会。这世界上没有烫小熊的人，但是有烫过小熊软糖的人，而且那个人还偷死苦累过狐狸熊。请问那个人是谁？抱歉。主播支持安乐死吗？我说的是躺进棺材的小乐。主播484度支持安乐死，你是小乐的什么人？保护总裁。大决段没开就赢了。你记得当初你在家被我断网后，我拿皮带走进你房间的那晚吗？怎么上个大师这么难？干，我以前边抽烟边打英雄联盟都可以上大师吧？赢了，请问我们几点出征？你们想要看谁的实况？大师，干，太坦了吧！啊，这30点给二 B 加菜。今天有8000人见证时光机真的存在，跟二 B 双排超负荷是大师聊天室在聊游戏，我再也不会打这支账号了。克罗尔小胜要不要像以前一样上大师，顺便检举二 B 呢？小胜，你观众好，恭喜玩家，是不是因为台主也是云玩家，还专玩灰色的云等于等于？他真的太 carry 了，我这个检举他，我真的天理不容，我要检举我自己，我是个躺分的废物，我应该要检举我自己。你看他每一场都跟鬼一样，7312817241129739128，看他每一场跟鬼一样，唉，哦，好累哦。聊天要聊什么啊？快死了，11:24了。关台前可以说爱我摸附和。HK92585858，我爱你。